好，当我们的衣服后片编织完成了50行之后，接下来从第51行开始要进行后领窝的编织。那么衣服的后片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是9组花型，一加上左右两侧编针，总共是128针。那么我们后领的话是48针，左右各为40针。那么我们首先后领位置是要平收36针，然后按照每行减3针减2次的规律，左右两侧通过两次减针减掉各减掉6针，那么完成整个后领窝的编织。那么这里我们编织的是小样，只是在相同的花型部分来演示领口位置的编织。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吧。好，根据花型规律，第51行是浅色线部分，那么我们来进行浅色线的编织。浅色线的编织，首先我们编织的是半组花型，我们首先织2针浅色的下针，然后那么在这个半组花型的话，左最右侧我们是不进行加针的，然后在左侧部分进行引返加针就可以了。规律同我们前面的演示是一样的，我们大家自己完成这半组花型的编织。好，那么第51行完成了半组花型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花型规律再去完成2组完成的贝壳花之后，那么我们再来进行右肩的这个后领口位置减针演示。好，第51行在衣服的后片的右肩部分织完了2组半的花型之后，那么我们来开始编织第4组花型。第4组花型我们留的是10针，1、2、3、4、5，留的是10针。10针之后，那么我们这里从正中间开始，两个记号扣中间有36针，我们是作为后领窝的平收。那么衣服的后片后领窝是48针，那么36针左右两侧各要减掉6针之后，那么也就整个的就是48针。接下来我们完成后领口位置的花型，那么同样的是织8针下针。八针下针之后，那么我们把它返回向右进行编织。第一次引返针之后，再织2针下针，然后向左进行编织。同样的是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再增加1针。然后，那么这里的花型规律，这里的编织规律是不变的。我们再往右编织，织到右这朵花型右侧的引返针的位置，引返针位置之后再向右增加1针，然后我们再向左进行编织，织到左侧引返针的位置之后再向左增加1针。好，这样我们就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织到记号扣的位置之后，这一针我们仍然是织的引返针，然后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右侧引返针的位置。织到右侧引返针的位置之后，我们再向右增加1针，然后这一针我们再引返过去，一直织到记号扣的位置。一直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那么这里我们不需要再进行加针了。这时候我们这第一针就不需要再进行引返了，把它拨过来之后继续织一个下针，然后把它拨回来，然后我们继续的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右侧引返针的位置。引返针的位置我们把它织过来之后，那么继续的向右增加1针，引返针不算，然后我们再继续向左编织1、2、3、4、5、6、77针。好，这里注意，当我们知道了引返针不算，再织7个下针之后，那么织完了这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在向右编织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进行第一次的领口位置的减针，要减掉3针。那么也就是我们把这个织物反过来翻到织物的反面，我们首先把这第一针第二针看作为1针，织挑起2个线圈，织一个上针，那么这样就是一个就减掉了1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减掉了2针，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然后我们再把它反过来翻到织物的正面，我们继续向右进行编织。
继续向右编织，一直织到右侧引反针的位置。织到了右侧的引反针的位置之后，那么我们再继续向右织一针，然后我们再把这针引反过来，我们再把这针引反过来之后，再织五针下针，五针下针之后，那么翻转织物，我们继续要剪掉三针，同样的把第一针、第二针两个线圈同时挑起来，这样剪掉了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剪掉两针，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好，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三针，然后再翻转织物，继续向右边织，一直织到引反针的位置。然后再织一针，好，织完之后我们把它再织过来，这四针，一二三四，好，这包括引反针的位置四针，这样的话我们领口位置的六针就已经剪完了。然后第五十二行我们翻转织物，这一行是织下针，一直织到织物的左侧分是有四十针，翻转织物第五十三行，那么第五十三行是深色线花型，那么这是我们肩部的最后一行，同我们第一组的花型的编织规律是一样的，在引反针的左右两侧是每次都增加两针，深色线提上来织九针下针，九，那么这里我们就按照第一组的花型规律来进行编织，那么首先是向右一针引反，然后两个下针，一二，两个下针之后这挑起来，这针引反织到左侧引反针的位置之后，那么这里我们注意要继续向左编织两针，一二，然后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第一针引反一直向右织到右侧引反针的位置，右侧引反针的位引反针织完之后，那么我们继续向右增加两针，一二，然后再向左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左侧的引反针位置，左侧引反针的位置织完之后继续向左增加两针，一二，好，然后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右侧引反针的位置，那么这里我们就是跟第一组的花型规律是一样的，在每次引反针织完之后我们会增加的是两针，跟也就是编织的花型 A 部分，好，织到了右侧的引反针位置，织一个下针之后我们再继续织两针下针，一二，然后继续向左编织，一直织到左侧的引反针位置，左侧引反针的位置织完之后我们继续增加两针，一二，好，然后我们再增加两针之后，然后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右侧引反针的位置，好，我们一直织到了右侧的引反针的位置，那么引反针织完之后右棒针上还剩最后两针，我们同时把它织过来就可以了，一二，增加了两针之后，那么注意这最后一针我们要仍然是以引反的方式把它织过来，然后全都织下针，一直织到左侧引反针的位置，织到左侧引反针的位置，好，这样我们这样一组花型十四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第一个花型的十四针加上一个编针十五针就编织完成了。那么这里我们注意在肩膀部分的最后一行第五十三行的话，花型编织的是花型 A 部分，中间我们全都是花型的 B 部分。那么我们说过花型 A 和花型 B 的区别就在于花型 A 是引反针之后每次都增加一针，那么花型 A 的话是引反针之后每次都增加的两针。好，那么根据这样的规律，我们完成肩部的第二组花型的编织之后，我们再来进行领口位置的编织。在领口位置我们这里同样也是先织八针下针，
八针编织完成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花型规律把它引返过了，第一针引返，然后织两针下针，两针下针之后，我们再把第一针进行引返，然后向左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我们再向左编织两针，一二两针之后，那么我们再来进行向右的编织，第一针引返之后向右一直织到引返针的位置，那么向右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我们继续向右增加两针，一二，然后我们再向左进行编织，第一针引返之后一直向左编织，一直编织到左侧的引返针的位置，引返针的位置编织完成之后，那么我们最后只剩下一针，我们就织一个下针，然后我们把这一针我们是要进行引返的，引返过来之后，然后我们织下针，一直织向右编织下针，一直织到右 这朵花型右侧的引返针的位置，右侧引返针织完之后，我们继续向右增加两针，然后我们再把它引返过去，一直向左编织，编织到最左侧的下针之后，那么这是一个引返针。好，编织完成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那么这里我们第一针不需要进行引返，直接织下针，注意这里是织下针， 不要进行引返，然后继续向右编织，一直编织到 最组花型最右侧的引返针的位置，最右侧的引返针的位置，那么这里我们注意就在领口位置的这个花型总共有11针，有11针，那么当我们知道了引返针的位置之后，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针，我们这次引返针之后再增加一针就可以了，然后引返之后我们再织10针下针。好，这样我们领口位置的花型就编织完成了，这个花型是不完整的。好，那么这是第53行翻转织物，第54行，第54行我们仍然是织一行下针，那么第一针我们可以挑下来，以上的方式挑下来不织，然后把线压下去，全都织下针，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好，第54行编织完成之后，那么我们衣服后片的右肩部分就已经编织完成了，尽管我们这里编织的是小样，但是领口部分的减针我们是完全参照自己编织的衣服尺寸来进行演示的。那么当我们的衣服后片的右肩编织完成之后，我们把这里进行断线。好，断线之后呢，我们翻转织物，把这两个线头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这样我们可以多隐藏几针，多隐藏几针之后呢，我们的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好，我们多隐藏几针之后呢，把多余的线头修掉，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衣服的后片的右肩就编织完成了，那么用一个防解别扣或者用别色线，肩膀的40针把它取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开始进行衣服后片的左肩的编织，那么中间我们说过有36针的平收针的位置，我们要把它平收掉。平收针的方法，那么这里我们编织的是小样，这个针数呢是没有36针的，我们只是用几针来代替演示一下就好。我们左肩部分，我们首先把这个领口部分来进行平收针，平收针总共有36针的平收针，首先第一针我们把线头压在织物的反面，第一针织下针，第二针再织一个下针的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线头呢绕一下，起到藏线头的作用，那么再织一个下针，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平收掉了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下针，我们可以多绕几针，几针线头会更牢固一些，第二针，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平收掉了两针。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 平收针方法自己完成后领部分的36针的平收针。好，当我们中间平收36针平收针收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拿下记号扣，我们这里是收了35针，然后我们再平收掉一针，
这样我们就36针全都平收完了。然后我们开始编织第53行的花型部分。那么花型部分这个在左侧领口位置，那么第一组花型也是不完整的。那么首先这里我们织四个下针，这是第一针，然后再织三个下针，2 3 4，那么总共是四个下针。四个下针之后我们进行引返，第一针引返，然后引返针之后向右织两针，1 2，两针之后我们把线再来进行引返，织下针，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再向左织一针，然后再向右进行编织，织到引返针的位置，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我们再向右增加一针。好，这样我们就已经全都引返结束了。那么这第一针我们还是要进行引返的。好，第一针引返过去之后一直向左进行编织，织下针，一直织到左侧引返针的位置，织掉之后再增加一针，然后向右我们一直织到最右侧领口的位置，那么引返针的位置我们把它织掉，织掉之后这一针我们仍然是织下针，然后向左编织，向左编织，编织之后引返针的位置，织完之后再增加一针，增加一针。那么我们领口位置的第一组花型是十针，那么这里1 2 3 4 5 6 7已经七针了，引返之后向右进行编织，2 3，我们继续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织到最右侧。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向左织下针，1 2 3 4 5 6 7。好，那么织完引返针之后我们继续向左增加一针，然后第一针引返之后向右进行编织，那么这里那么引返针之后我们再织七个下针。好，织完这七针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第一次减针。首先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那么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就减掉了三针。然后我们继续向左进行编织，一直织到引返针的位置，然后再向左织一针，然后我们把这针引返过来，然后全都织下针，一直织到最右侧。这时候我们再向左进行编织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还要进行一次领口位置的减针，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然后再平收两针，1 2。好，这样我们就把后领口的六针就全都减完了。然后我们继续向左编织，一直织到引返针的位置之后再向左织一针，这样我们就把第一组花型的十针就已经编织完成了。然后我们编织第二组花型，第二组花型我们遵循花型 B 的规律，首先织八针下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因为我们的肩部是有40针，那么接下来我们完成两组完整的贝壳花，那么我们根据花型 B 的编织规律自己去完成肩部的两组完整的花型之后，我们再来演示最左侧半组花型的编织。
好，当我们衣服后片的左肩完成了两组完整的贝壳花之后，那么我们织最左侧的半组花型。那么最左侧的半组花型，我们可以参照前面的编织方法来进行编织就可以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大家自己完成最左侧的半组花型的编织。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的第51行编织完成了，翻转织物第52行，我们织一行下针就可以了。编织完成之后，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断线。断线之后，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呢，把这个线头隐藏掉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第53行，我们来编织深色部分的花型。第53行领口部分的第一组花型是11针，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织5针下针。那么注意，我们领口部分的第一组花型是11针。那么这里肩部的话，我们编织的是花型 A 的部分。那么首先这是织5针，然后我们进行向右织引反针之后，向右再织2针下针，1、2，然后向左进行编织引反针之后，向左织到引反针的位置之后，我们再增加2针。那么注意，我们这里是编织的花型 A 的部分就可以。然后我们继续向右进行编织，第一针引反之后继续向右编织，一直编织到右侧的引反针的位置。好，织到了引反针的位置之后，我们织下针之后，那么我们继续的向右编织2针下针，1、2。好，那么织到了领口的编针的位置，那么这一针我们仍然是一个引反针之后，然后我们向左编织，一直编织到左侧引反针的位置，我们再向左编织2针，然后再向右进行编，再向右编织第一针引反，然后一直织到最右侧领口的位置。好，然后我们向左编织，那么这里我们第一针就不需要再进行引反了，我们直接织一个下针，然后向左编织，一直织到引反针的位置。一直织到引反针的位置之后，我们这里已经有了1、2、3、4、5、6、7、8、9，再增加2针，10、11。好，那么这是领口位置的第一组花型。好，增加2针之后，我们继续的第一针引反，然后向右进行编织，一直编织到右侧领口的位置。编织到右侧领口之后，那么我们再向左编织11针下针，来完成第一组花型的编织。然后我们编织下组花型的14针，那么这个编织方法跟我们第一行的花型编织方法是一样的，编织的是花型 A， 完成一组完整的花型。那么引反针的左右两侧每一次都是增加的2针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一直编织到织物的最左侧，那么最左侧我们这里是用小样的编织，中间我们就少安排了一组花型，然后我们直接去编织最左侧的一组花型。那么 最左侧一组花型是14针，加上编针是15针，那么我们根据花型规律去完成左侧的花型 A 的编织就可以了。方法比较简单，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演示，大家自己完成衣服后片的左肩的最后一组花型的编织吧。好，左肩部分的最左侧的贝壳花型，当我们织到了最左侧的引反针之后呢，我们继续向左编织2针，1、2。好，编织完成之后呢，我向右进行编织，1、2、3、4，一直织到最右侧这组花型的最右侧的引反针的位置。好，当我们知道了最右侧的引反针的位置之后，引反针织下针之后，我们这里最后一行的话，我们再向右编织
一针就可以了。这是这样的话，我们银返针之后又织了13针，整个花型是14针，之后加上这个边针，那么我们最左侧的花型就是15针。好，我们把它银返过来之后继续向左边织，银返针不算，织14个下针，1 14。好，这样后片的左肩的最左侧的一组花型就编织完成了第53行，翻转织物第54行。那么第54行我们织1行下针。好，那么第54行的下针编织完成之后，我们翻转织物，这样我们就把后片的左肩就已经编织完成了。同样的，我们可以进行断线，断线之后把它隐藏，把线头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然后我们同样的用防解别扣把后片的左肩部分把它取下来。好，这样我们衣服的后片就编织完成了。当我们完成了衣服的后片的编织之后呢，我们参照同样的方法来编织衣服的前片。衣服前片我们也是安排了9组的花型，左右两侧各加1针，总共是128针。那么衣服的前片我们编织这样的一深一浅的花型，总共编织3组，也就是自己去完成到第44行之后，那么在第45行我们来进行前领的编织。好，那么当我们完成到了第44行之后，那么我们开始编织第45行。我这里编织的是小样，我们直接在领口位置进行演示。那么当我们编织完成了44行之后，那么第45行开始之前，我们注意我们要挂上记号扣。衣服的右侧57针，那么57针的话一针边针，然后剩下的56针安排的是4组花型，然后中间前领位置14针，这14针我们是用来平收针的，然后左侧部分再留57针，同样也是4组花型加一个边针。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编织第45行花型的部分。那么第45行的花型，这次是我们的左肩部分。我们编织完4组完整的花型之后，我们再来进行领口部分的减针演示。好，那么现在我们肩部的第45行已经编织完成了。那么我们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我们就不再进行编织了。然后这里我们翻转织物，第46行我们织1行下针。那么在第46行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平收针，平收7针。那么首先第一针我们以挑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之后把它线把线压下去，压下去之后织1个下针，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就平收了1针，再织1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平收了2针。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领口位置平收掉7针，领口位置平收7针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全都织下针，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那么第46行我们编织完成了，翻转织物。好，翻转织物之后第47行我们参照衣服后片的浅色花型的编织方法来完成3组半的花型的编织。因为这里本来是4组花型，这里我们在收掉了7针之后，那么我们只剩下来了3组半。那么这3组半是我们在最右侧是半组花型，然后是3组完整的花型。那么我们参照前面的编织方法自己去完成第47行的编织，以及第48行反面行的编织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花型的演示。因为片织的花型规律我们已经在衣服的后片编织过程当中跟大家演示过了，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演示。好，第48行我们编织完成了，第49行我们根据花型规律编织深色部分的贝壳花。那么完成了肩部的3组完整的花型之后，那么在第4组领口位置我们来进行减针的演示，大家先完成前面3组完整的贝壳花型。好，现在我们织第49行的领口位置的最后半组花型。首先我们织7针下针。好，我们织了7针之后，注意这里第一针我们不需要引返，而是去织的。第一针挑过来之后织1个下针，然后再把它拨回到左棒针上，这是第一针。好，织完4针之后我们向左边织。
第一针银繁，然后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一二三，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我们一直织到右侧银繁针的位置，织到银繁针的位置之后再向右增加一针，然后我们再向左进行编织。好，织到织物的最左侧之后，那么这里我们要翻转织物，那么进行领口位置的第一次减针，我们要减掉三针，首先是两针并一针，一个右上两针，上针的右上两针并一针，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织一个上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减掉了两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领口位置就减掉了三针。好，然后我们再把织物翻到正面，翻转织物之后继续从正面向右进行编织，银繁针的位置织一针下针之后，我们再向右织一针。好，然后我们再把织物向左进行编织，第一针银繁，然后第二针，第三针。好，然后我们再把第一针挑下来织一个下针，我们向右编织，一直编织到这组花型的右侧银繁针的位置，右侧银繁针的位置织掉之后，第七针的最后一针把它织掉。好，那么这里我们最后组花型是七针，这里我们已经收掉了三针，还剩四针，一二三四，好，把它引返过来，引返过来之后我们织下针，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的位置就可以了。好，然后翻转织物领口位置的第二次减针，那么首先仍然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减掉两针，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然后把线压下来，这也就是我们的第五十行。那么第五十行的话，我们再去全都织下针，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好，那么现在我们第五十行编织完成了，翻转织物第五十一行，那么第五十一行的话，重复这一行的浅色花型的编织，那么编织两组半的花型，在最后半组花型，也就是领口位置的半组花型呢，我们再来进行减针的演示。第五十一行的最左侧半组花型，那么同样的，我们首先把八针全都织下针，那么首先我们织第一针银繁，二三，那么这是根据我们的花型规律去进行编织的，然后第一针银繁向左进行编织，编织到银繁针的位置，然后挑过来织下针，注意这针不要银繁了，一，然后向右编织，织到右侧银繁针的位置，再向右织一针，然后银繁向左编织。那么当我们银繁之后又编织了三针，一二三，那么总共我们连银繁针在内编织了四针之后，翻转织物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这里我们要减掉两针，先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减掉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领口位置减掉了两针，然后我们再继续翻转织物，翻转织物之后，那么继续向右编织，银繁针的位置织一个下针，然后银繁针再向右织一针。好，然后我们再向左进行编织，向左织银繁之后再织两针，然后再向右编织，一
二，织到银反针的位置之后，银反针织完，我们再向右编织一针。好，向右编织一针之后，我们再向左编织，二、三、四。好，当我们又有四针的时候，连银反针在内又有四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翻转织物，翻转织物之后，领口位置再一次进行减针。首先一个二并一，再织一个上针，第一针织过第一针挑织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又并掉了一针。我们领口位置又减掉了两针，然后再把织物翻过来，银反针的位置织下针，然后再向右增加一针，然后银反针之后向左编织两针，然后我们再向左再向右进行编织，第一针不银反，直接织下针，然后再向右编织，织到银反针的位置，然后再向右织一针。好，这样我们的领口位置就减掉了四针，那么原来是八针，就剩了四针。织完之后，我们再把它银反过来，全都织下针，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好，这样我们的第五十一行就编织完成了。翻转织物，第五十二行，我们全都织下针，把它织完就可以了。然后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把线压下去，第五十二行全都织下针，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好，那么第五十二行编织完成了，翻转织物，第五十三行。那么这时候我们领口位置已经通过五次减针，已经把袖子部分领口的位置的减针已经全都减完了。那么我们的减针方法，先是平收七针，然后是减三针，减两次，减两针，减两次，那么总共减掉了十七针。然后翻转织物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浅色线断线。断线之后，同样的把它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第五十二行编织完成之后，翻转织物，第五十三行。那么第五十三行也是我们肩部的最后一组花型。那么这里我们要编织的是花型 A 部分，也就是两针银反一次。那么首先我们是第一组花型织九针下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花型 A 来完成第五十三行的花型的编织，以及第五十四行反面行的编织就可以了。方法比较简单，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演示。好，我们衣服的前片的左肩部分参照衣服后片的右肩部分已经编织完成了。那么我们线头先不要断线，然后我们把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把它穿到棒针上之后，那么我们这个衣服的缝合的是从反面进行的，那么也就是我们把衣服的两个正面向里，反面向外，注意是两个左肩，那么也就是我们要检查一下领口位置对领口位置，袖拢部分对袖拢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第一根棒针上以下针方式挑起第一针，然后在第二根棒针上第一针也以下针的方式把它挑起两个线圈，绕线织一个下针，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好，这样我们就缝合了一针。然后第二针第一根棒针上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第二根棒针也是以下针方式挑一针，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织一个下针，退掉，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又缝合了一针。然后第一根棒针上以下针方式挑一针，第二根棒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一针，绕线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退掉这两个线圈，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缝合了三针。然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肩部的所有的针数把它缝合完就可以了。当我们缝合到最后一针之后，我们把线圈拉长之后呢，把这根线从线圈里面掏出来，收紧线圈之后断线，留适当的线头之后呢，把它断线，然后我们把它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好，隐藏好之后，那么翻过来，那么这就是织物的正面。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进行衣服前片的右肩的编织。那么首先我们是领口位置的14针的平收针，拿起深色线织一个下针，然后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平收了一针。那么这个我们参照衣服后领的平收针的方法，我们自己把领口位置平收14针就可以了，方法比较简单，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好，我们平收针的位置收到了记号扣，取下来之后，那么这是第13针，那么我们再去收一针，这样我们就剪完了14针。然后我们来开始编织右肩部分的花型。那么右肩部分同样的是编织4组贝壳花型，那么也就是我们右肩部分的第45行，衣服右侧领口的第一组花型引返结束之后呢，这里第一针我们是引返针，然后继续向左编织，完成第一组花型。接下来我们根据花型规律完成第45行的剩下来的3组花型的编织。领口的第46行已经编织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第47行。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衣服的前片的右肩部分和衣服的后片的左肩部分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除了在领口位置进行减针的演示之外，其余部分就不再演示，大家自己根据花型规律去完成就可以了。第47行我们首先要进行领口位置的第一次减针，要减掉7针，那么我们是用浅色线来进行编织的。那么7针我们参照刚才的平收针的方法，我们把领口的7针减掉就可以了。好，第47行我们领口位置的7针平收针收完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用浅色线来编织贝壳花。那么我们是编织3组完成的贝壳花之后，在最左侧部分编织半组的花型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参照前面的编织规律来完成这3组半的花型的编织。好，现在我们第48行已经编织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第49行，深色线织3针，然后再向左编织，织到左侧引返针的位置之后，再向左增加一针，再引返过来，引返针之后又织了4针下针，然后我们把第一针织下，再织下针，我们向左编织1 2 3 4，然后我们再向左织一针，总共有5针了，然后第一针引返，向右编织4针，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右侧。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首先一个右上2针并一针，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织一针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减掉一针，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减掉2针，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减掉了3针。然后到了引返针的位置，织一个下针，再向左织一针，这样我们领口位置就减掉了3针。再把它进行再向右进行编织，引返之后织2针，然后这针我们再织下针，1 2，向左编织，织到引返针的位置，再向左编织一针。好，这样我们第一组花型的第一次减掉7针，还剩7针，然后减掉了又领口位置又减掉了3针，还剩下4针，那么这组花型就编织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前片的右肩部分还剩下3组完整的花型，我们自己把它完成之后，在完成50行下反面行下针的编织之后，我们再来进行领口部分的减针演示。好，第50行编织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第51行浅色线部分。第51行的话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减3针，首先织一个右上2针并一针，我们把线直接提上来就可以了，右上2针并一针，然后再平收2针，1 2，这样我们领口位置就又减掉了3针，然后再织一个下针引返，然后我们向右编织，根据花型规律然后我们向左编织，根据花型规律织到左侧引返针的位置之后，我们再向左一针，然后
向右编织。好，向右编织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向左编织一针、两针，第三针的话是引反针，我们织过去之后再向左增加一针，这样就有了四针。我们再向右进行编织一针引反针之后三针下针。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首先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减掉了一针，然后再织一针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两针，然后织到了引反针的位置，我们织下针，然后再向左编织一针，又有了三针，然后继续的向右边进行编织，那么你连引反针总共有三针，然后再向左编织一、二、三，引反针织完之后再向左增加一针，四针，然后第一针引反之后三针下针。好，这样我们引反针一针再加上三针下针又有了四针之后，那么首先我们再来进行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减掉两针，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然后再织一个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又减掉了两针，然后引反针织完之后再向左增加一针，然后再往右编织一、二、三。好，这样我们就把领口的减针已经减完了，然后这一针我们织下针，再织一个下针，引反针的位置织下针，这针织完之后我们再向左织一针，这样我们在第一组减针的花型就只剩下了四针，那么这组花型就减针减完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自己去完成第51行剩下来的两组半的浅色贝壳花的编织之后，并且完成第52行的反面行的编织，然后完成肩部的最后一行的深色贝壳花的编织，也就是完成第53行、第54行。那么第53行的花型我们注意是编织的花型 A 部分，也就是两针一引反。那么编织方法是跟衣服后片的右肩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可以参照衣服后片的右肩部分的编织来完成衣服前片的右肩的编织。好，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演示，大家自己完成肩部的编织之后，然后再参照左肩的缝合方法把它缝合完成。好，当我们把衣服的左右两肩缝合完成之后，那么这样我们衣身部分就编织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领口的挑织，用10号针来进行领口位置的挑织。那么后领位置我们均匀的挑出56针，前领位置均匀的挑出66针，来编织单螺纹花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挑织领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个领子呢尽量的挑织的圆润一些就可以了。拿起10号针，我们从中间，从这个肩部的位置入针，我们也可以从任意位置入针，然后拿出跟单螺纹底边单螺纹边同样深色线，这样压到织物的反面，把它挑一针下针，然后我们在编针的位置有这样一个辫子，我们就把这个辫子挑起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总共的后领窝总共均匀的挑织56针，我们这里按照这样，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领口挑的圆润一些就可以了，挑织的是最边针的位置，这样挑织起来就可以了。方法比较简单，均匀的把后领部分的56针、前领部分的66针均匀的挑织出来就可以了，只要注意领口的圆润。当我们的领口位置，那么我们在挑针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我们在收边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台阶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调整一下。总之，领口呢要圆润一些。好，那么
后领的56针，前领的66针均匀的挑出来之后呢，我们整个的领子部分是122针，然后我们在这个起始位置挂上记号扣。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领口的单落纹边。领口的单落纹边，我们参照衣服底边的单落纹边的编织方法，一针下一针上的编织就可以了。领口位置我们总共编织14行，4厘米左右。那么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完成领口位置的14行的单落纹边的编织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单落纹边的收边演示。当我们的衣服领口单落纹边完成了14行4厘米的时候呢，我们来开始进行单落纹边的收边。这里我编织的是小样，我们来没有编织14行，我们这里来进行演示。那么取下记号扣，把线绕上来之后，把线绕上来，第一针是这样一个辫子的形状，是下针。那么我们织一个上针，然后左棒针从中间入针，把它挑起后半个线圈，把它拨回到左棒针上，右棒针拿到线的上方，以挑下针的方式把它再挑回到右棒针上。好，接下来这样一根横线是上针的位置，我们在上针的位置织下针，然后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领口位置收掉了一针。然后左棒针它拨回来，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以挑上针的方式把这针挑回到右棒针上。然后这是个辫子，是个下针的针目，织上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又剪掉了一针。然后左棒针把这一针拨回到左棒针上，右棒针拿到线的上方，以挑下针的方式把这针拨回到右棒针上。在下一个上针的针目，我们织下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好，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在下针的位置织上针，上针的位置织下针，来进行单落纹边的收边，一直收到最后一针，我们再来做最后一针的收针处理演示。好，当我们领口位置收边收掉最后一针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缺口。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第一针的位置是一个下针的位置，再织一个上针，把这针拨过来之后呢，我们这样就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然后拉长线圈，把这根线从里掏出来，收紧线头之后，适当的留长线头断线，然后我们把线头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的领子就编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编织衣服的袖子。那么袖子的部分，我们参照衣服底边的圈子的方法来进行袖子部分的圈织。好，现在我们参照衣服底边的起边单落纹边的起边方法，在10号的短直针上起针50针，来进行袖子部分的单落纹边的编织。那么起完针之后，那么第一行我们仍然是下针织上针不织。这里我们要注意，用的是短直针来进行编织的话，我们要把这50针均分到3根棒针上来进行圈织。我们首先织第一根棒针，那么下针织仍然遵循的是下针织上针不织的规律。好，我们在第一根棒针上织了16针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拿起第二根棒针，我们仍然是那么，只不过呢这里我们要换一根棒针去进行编织，编织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再织18针过来之后呢，在第三根棒针上再留16针，这样总共我们把50针就分到了3根棒针上。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完成剩下来的2根棒针的编织。好，现在我们把50针分到了3根棒针上。那么接下来第二行的话，我们把它首尾相连来进行圈织。那么注意圈织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织物的捋直，所有的针目都向下，不要发生扭转。然后我们第一针织下，仍然是在下针的针目织下针。那么注意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时候呢，把这个线头稍适当的拉紧一些，防止它这个中间的连接线的过长。然后第二针是上针，这第二行的上针我们是要进行编织的。好，那么接下来第二行开始，我们就是下针，一针下
一针上的进行编织，那么跟我们底边单落纹边的编织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大家可以参照底边单落纹边的编织方法来进行编织。那么袖口的单落纹花样我们总共要编织20行，6厘米长之后，那么我们再来进行袖口部分的加针演示。好，大家之前完成这袖子部分的第二行到第20行的编织。好，现在我们袖口部分的20行单落纹边6厘米长已经编织完成了，接下来开始进行袖口部分的加针，换用9号环形针来进行编织。那么首先第一针，这是一个，那么这一行我们全都是织下针来进行加针，也就是把一针变为2针。那么第一针是下针，我们挑起左半针下面的第一个下针针目的右半个线圈，把它这样挑起来挂到左半针上，然后织一个下针，然后原来的这一针我们仍然是织下针。好，接下来第二针是一个上针，我们把这个上针针目的这个横线把它挑起来挂到左半针上，然后织一个下针，然后把原来的这一针也把它织掉。好，这样我们就一针变为了2针，2针变为了4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袖口的50针加到98针，那么这样我们就进行了袖口的加针。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完成这一行的加针，那么加针的行全都是织的下针。那么好，这一行我们已经从50针加了48针，加到了98针。那么当加到了98针之后，我们开始编织衣服的袖子部分。衣服的袖子我们是不加不减的去完成的，那么我们袖子部分的花型是1升1钱为一组花型，总共编织的是10组半的花型，也就是在编完了10组完整的1升1钱之后，最后我们还要再编织一行深色线的花型就可以了，那么也就是10组半。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第一行的深色花型和最后一行的深色花型，我们编织的是花型 A 部分，也就是2针1引返。那么中间部分我们完成的是花型 B 部分，1针1引返的贝壳花。那么编织方法和1升部分的腋下圈织部分是完全一样的，按照腋下部分的圈织方法来完成整个袖子的编织。那么在编织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形针可能会嫌长一些，我们可以在中间把这个线拉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圈织。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3根棒针来进行圈织。当我们完成了袖子部分的46厘米长10组半的花型之后，那么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袖子呢进行平收针的方法，我们在领口部分做过平收针的部分我们做过演示。那么把它平收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袖子的缝合。好，当我们织完了袖子之后，那么我们把衣袖编织完成之后呢，最后我们进行了平收针，然后我们把它对折好以后，那么我们把衣服拿到袖子部分，正面向里，反面向外，然后把这个袖子从这个衣服的袖子里面这样把它对好。这里我们要注意，缝合是在反面进行的，我们要做到袖子的正面对衣服的正面对好，两个反面向外，就袖子的正中间位置对着腋下的正中间位置，我们这样把它对齐之后，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反面缝合的时候，衣服的正面和袖子的正面相对，反面向外，这样把它对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把它在针中间的位置这样把它固定好，我们可以把它多固定几个，用记号扣多固定几个扣子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缝合。缝合的时候我们注意缝合的时候的平整，那么我们在织物的反面从编针的位置入针，编针的位置我们挑织这个编针的2根线，然后和这个线头把它固定起来，我们把它这样挑过来，这样就缝合了1针。然后我们在每一针的挑织衣服编针的这2根线编针的位置入针，然后挑起这个平收针的位置的2个编针，这样我们一一对应的去进行缝合，这样同时穿过2个织片，然后把这个线穿过来，穿过这2个织片之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这样我们就缝合了。那么缝合的方法其实是和箭步的缝合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没有针而已。那么我们再依次的把下一针
这样一一对应的去进行缝合就可以了。那么在缝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要不断的去调整织物的织物，以保证这个袖子的缝合呢是比较平整的，就不要发生扭转褶皱。当一圈缝合好之后，把它缝合把线头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自己去进行缝合，那么缝合完成之后，那么我们这个正面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正面向外，反面向里就可以了。那么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来进行袖子的缝合，再用同样的方法去完成另一侧袖子的编织之后，那么我们整件衣服也就编织完成了。因为我们这里编织的是小样，那么我们把这关键的部位跟大家已经进行了讲解，那么大家参照这样的编织方法以及图解，我们就可以自己完成整件衣服的编织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